的部分，一样手指头要抓起来，然后尽量的弹跳弹跳。那其实他这一首更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从原本的位置跳到 octave higher， 再回到原本位置之后又再跳回去，这个衔接点要练得很好。OK， 所以其实要尽量 prepare ahead， 提早准备。说实在，左手都没有变，重点是右手的这个 A 要抓好这个位置。OK， 好，加油。